这位爷，嗯，您知道成千上万的人，就我们几个在衙门口挡着，真要是惹恼了这帮赤脚的老头，一顿锄头非把我们捣成肉酱不可，您说可怕？周府的粮库真的空了吗？看来您是做大生意的。小本买卖。您不在官场上混，不知道这里头猫腻儿大了。本来库房里装完了粮，加二堆得满满的，就算今年一粒不收，将陈粮装船北运上交皇上都富富有余。可是没到一两天的功夫全没了。哪儿去了？哎，外行了不是，那些粮商的库房又堆满了啊，让那些当官的给卖了。咱这给衙门口当小差的可就不知道了，反正当官的大把大把的花银子，靠朝廷的那点俸禄绝对不够啊。州里府里就不知道吗？谁不知道啊？谁没钱都上这儿拿。哎，我看您这人呐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可千万别往官场上混，要不然连自己都得搭进去。这位差官，我跟您打听打听啊，这个老百姓这么闹事儿，这当官的怎么就不管呢？怎么管呀？去年还闹来着呢，闹来闹去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那总督是干什么的呢？总督，他是这事儿的总头，伸手要钱比谁都凶。哎，不瞒您说，头一段我还替总督府运过贿赂银子呢。哟，这种秘密也让你知道了？看您说的，小瞧在下了不是？你一定是在吹牛呢，我不信。吹牛？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本来在下是不知道的，但那些银子装的太多了，把船都给压沉了，没办法派人去打捞，这才露了馅儿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哪个不知道啊？所以总督大人对抗皇粮的事儿是睁一眼闭一眼，假装不知道，拿人家的手短吗？你刚才说的都敢画押为证吗？您是当官的，微服私访来了。你看呢？我眼拙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的茶钱！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他的茶钱我们付了。啊，传旨。哎，钱大爷，您要的是写字的纸吧？哎，笔墨纸砚有没有啊？你们这儿？您请用。哎，多谢啊。哎，小月啊。哎，哎，掌柜的。哎，这桐乡县有好吃的吗？有，您吩咐。哦，来。要小吃，不要大餐，凡是你能买得到的，一样一样给我慢慢的上，好吧？哎，好嘞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您吩咐。你这小店，我们三位爷包下了啊，谁都不许进来，明白吗？哎，是是是是是。你的鞋我盖章。和珅还在杭州吗？他在断扣，还没动静。传旨和珅，着陈徽祖自裁，钦此。送旨到杭州府。是，皇上，那抗皇粮的事儿，到嘉兴府再说吧。你让知府来接我。銮驾都来吗？有马队士兵，能表明身份就行了。啊，皇上您，我在这等着，尝尝小月买的小吃。哎，臣这就去办。
这怎么回事啊？皇上，好像老百姓在求雨呢。求雨？嗯，求雨。那这抬的是哪个神仙啊？抬的是关老爷。关老爷管下雨啊？这个民间有这么一说，关老爷管得多。哦，皇上，既然关老爷挡道，那您也下去拜一拜。这为什么要下去拜啊？哎，百姓求雨，皇上与民同拜，足见军民一心，风雨同舟，这传出去岂不是一段佳话吗？这么说朕非得拜拜了。小马，皇帝老爷保佑啊！皇帝老爷保佑啊！这什么称呼？这是皇上，乡民无知，您息怒啊。这个他们对各路神灵概称老爷，您比如说关老爷啊，城隍老爷啊，称老天叫天老爷，称您皇帝老爷，那是他们至高无上的尊称啊。那朕今天就做一回皇帝老爷吧。大家抬着关老爷求雨，朕今天也表示一下诚意。那本老爷今天也给关老爷拜一拜吧。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回皇上，四乡百姓都许愿，要为关老爷重塑全身，再修庙宇。这是大殿上的正梁，贴上黄纸就叫黄梁。啊，叫什么？叫黄梁。黄梁。嗯，这个名儿挺有趣啊。哎呀，只是这黄梁在前，挡住皇上去路，叫臣束手无策呀。哎，纪晓岚，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？这事很难办吗？听着，大家听清楚喽，皇帝老爷要拜关老爷，你们把这皇粮撤去。皇上有旨，撤去皇粮。嗯，皇上驾恩，免去皇粮，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怎么回事？免去皇粮？皇上啊，啊，这是乡民无知，他们一定是听差了。哦，把这个皇旨的皇听成了皇上的皇，把梁木的梁听成了粮食的粮。哎呦，这样一来，您就把他们应交的皇粮给撤了。哎呦，那就这么一句话就撤了？可不就这么一句话吗？哎，皇上，啊，我看也正合适啊。臣看皇上早有此意，哎，与其让嘉兴府下令，不如皇上当众宣谕，省得您的圣旨到了地方官那儿又变了样，出了新花招了又。对啊，皇上。那就这么着了？就这么着吧。哦，那你宣吧。遵旨。嗯，皇上有旨，杭嘉湖三府年逢大旱，本年皇粮一概撤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那不拜了，关老爷啊？嗨，拜不拜我看没多大关系。那不拜不下雨呀？下不下随他的便吧。不信我给您问问老百姓。问好。各位乡亲呢，你们说是关老爷灵啊，还是皇上老爷灵啊？皇上老爷。哎，皇上您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既然皇粮已撤，这东西还挡着干嘛？撤了吧。哎，对，撤了吧，撤了吧。皇上，前面就到嘉兴府，咱们走两步。走两步。嗯，跟上。出了杭州府，一路上你给朕都下的套啊？没有啊，不会，我哪敢呢？就是你给朕下的套。皇上明察秋毫，臣知道我这点小把戏瞒不过您的圣眼。什么皇粮物件啊？是道具吧？难为你喽，这么短的时间就置办的这么齐全呢。我知道瞒不过皇上圣眼，
知道瞒不过还搞这种把戏，水平不高，胆子不小，人不大，心眼还不少。臣该死。起来吧，纪晓岚。谢皇上。既然你是满朝文武中最有心眼的，那朕再加一个眼给你，朕赏你双眼花翎。谢皇上。